네, 바로. 수고하셨고 또. 好硬啊！它这个土豆太平。来，给它倒给你。但是拿个小的。一会儿不会我的手指在这个台上吧？你想你小小心一点。会不会太厚？但是只能这样。嗯，对，差不多，跟它切的是差不多，怎么可能把它放下去？哎，你切大的，你切小。拿一个什么？先扔进去就好了。哦，这放在里面。嗯。你先切成个大块，然后放进去煮，煮烂了之后。这个要的吗？给打成泥吧。嗯。打成泥，然后磨成饼。那饼怎么做？饼就。饼怎么炸？炸，对，油炸，那空气炸锅太小了。对，一次一次的来吧。走，小潘呢？啊？小潘是替你的。小潘，哦，小潘他搞错时间了。啊？他搞错时间了，还是另一个？他不是今天。对。啊，小潘把活都干完了，你来了。小潘很，哇。小潘白干。哭了一遍。好硬啊，这个土豆，这个刀不行，你得。这个。嗯。哇，我发现了，我很适合切东西，这个刀工非常好。可以，你的转移。那我帮你挪过去。嗯，你过往那边挪过去。哎，对，这样好一些。我也切吧，切快一点。这么大，社长还有刀吗？哦，这下面。你这样指甲往回不会切到手。嗯。
你们要专心做饭，现在。哎呀妈呀，够了，这个够了，都下锅了。它是大火煮还是小火煮？我有忘了。大火煮吧。这样炸土豆，嗯。然后当心点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今天把脚给砸了。放心，放心，一会儿把脚剁了。脚剁了，能把你清蒸了。猪蹄啊，这你说的啊，你说的猪蹄。换个我。卡了，这个主要是这个厨房信号不好。你那边卡不？你看看你的呢。连的是握手会，哎，我刚刚也是握手会，嗯，算了，先这个吧。我也卡过了。
谢谢。要煮很久啊，真的，他们说要煮很久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煮到二十。那我们就煮到9:20。谢谢老公，我错了。谢谢倪春梅，谢谢田涛，谢谢海润香，谢谢海润香。这个油烟机，我看了就很难受。我强迫症就给它擦的，上面全就是油污。但是你要擦吗？如果以后我们家的油烟机，我绝对不会让它上面有任何一滴油，一定会天天擦的非常干净。四川人也非常喜欢，四川女人绝不认输。有。
你在山东女人面前说先放你的鞋。锁在这个厨房里。锁在这厨房里，我可以从窗户窗户看。哈哈哈哈哈。凡事试过啥？Thank you.
啊，这好了。刚扎。砍成电音了，真的。又好了。
呀，没事吧？别浪费粮食。好痛好痛！啊，好好痛啊！我手机没电了。
洗了呀，洗了我照呀，照了不能多，是不是洗了？下次要少烧一点。哎，你们小锅子烧一点点就行了，你别浪费。明天牛肉就来了，我还有一牛。牛腱子太贵了，牛腱子要90多嘞。他5斤要400块。他这个是明天中午吃的。5斤哪够吃啊？
歌我都没听过。其实这样就很专业，拍打。今晚再去洗个漱，上床去吗？嗯，去吧。醒土豆，醒土豆，对，让他别睡了，醒过来。会变得更好吃，我瞎说的。哇，你是怎么可以都弄成长方体？就捏的呗。
我感觉手上有点水，好呀。借个充电宝。哥有点儿，嗯，可以这样，可以好。我现在弄的真的好圆，我已经做出精髓了。谢谢。
这个都已经弄完了，我太快了。争取在他回来之前全部完工。呜，哎，在哪儿？呜，时刻。我们这个真的做的是非常you
可以去，会去卖的，才够。还要放醋啊？放。又拿回去。我每次都用醋当我的自拍支架。你的支架呢？醋就是我的自拍支架。把这支架好了。来，二位大神，给我洗了。我去洗。我也说来收拾了。锅洗了，碗洗了。家人们，我去洗锅了。家人们，咱们开始洗锅。没事，我洗完再吃。啊，洗完就吃啊！洗完了。洗完我帮你吃完了。哈哈。开始，我洗了你的刀。对，大的。那我拿个大的盖。哇，这也不用盖，直接拿去。直接拿出去。在哪里啊？是这样吗？这个，拿这个，我们把这个吃掉。可以。
你们丢在这儿，我现在把你们，我和冉薇要把这两个吃掉，这两个小倒霉蛋儿。呀、嗯， yeah. 这个我有点，你也不敢吃吗？对的，就焦了。其实我太想把，快吃进我们的。其实我有点不想，咱别吃，有毒。把皮扒了看看，好努力呀、啊！我觉得可以，别中毒了就行。会。嗯，好咸，很不错。想失败了，快去吃吃我们做的土豆饼。你不许拍我，我不拍你。你做的？嗯，我让妹做。哇，这么多！我拿这个。哇，瞬间已经空了一半了。倒也，我也怕我下来没有了。不蘸辣椒面也很好吃。嗯，好咸。嗯，咸才好吃。这就是薯条、薯饼。我们这个做的就是薯饼。筷子，我拿双筷子。科长，你不吃吗？啊？你不吃吗？怎么怕被毒死？没毒的，你去尝尝。吃个吃。很好吃的，就有点咸。如果有番茄酱，那就更好了。筷子的，是的，放碗放罐一样，放了一勺，我不是一点点吃啊。幸好做的不多，还是很好吃的。我们第一次做薯饼很成功，很好吃，就一点油。往上抹一抹。它外面还有没有？刚刚我也不知道下来了几个人，就跟旋风一样。嗯，哎呀，我现在找纸。你懂我的。拜拜，拜拜，小树。没有纸啦。有纸，里面就有纸啊，我给用完了。里面就有。QQ 弹弹还能拉丝，好吃又健康。不是我们的，是香香脆脆还能香香脆脆还能酥酥，还能拉丝，能拉丝勉强拉个丝吧。还能拉丝，好吃又健康。主要现在没那个条件，要是有芝士的话就可以拉丝了。确实有芝士那肯定会更好吃。这么多锅，一二三，别玩锅了，我跟你说。都卡了。我放点洗洁精怎么挤？你要挤吗？你洗锅不用洗洁精啊？我用，会挤的。哎呀，不用担心。先做效果。先把盘刷掉的。哎呀，去哪里呀、啊？有时候就好，有时候突然就坏了。说明我们的饼很好吃，大家都抢。嗯，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。做了饼就是要给大家吃，什么？你们下次做个劲爆的。歌圈在放玫瑰花的葬礼，好古老。
刚放的歌都有点年头了。群消息，而且你只要单单看，这还是做的有点少，就做两盘的。既然大家这么愿意吃，那我们下次就做两盘吧。对，做三盘，两盘，下次就 double。
别拉你啊！我说右手住了。我说你是哪手啊？右手。右手，左手。啊！我负伤的是右手。哦，对对。右负伤。嗯。Thank you.
在家的缸里，跟我连手机一块洗。啊，我又卡了，我真的，哎呀，真无语。洗个手，哦你哦，这手感觉也，得等到明天，不早了。这一下，对，反正我们都干完活了。对，哇，最后跟这个厨房道个别。道个别，又不是不来了，我们下次还要做更好吃的呢。希望真棒！还把我们安排在晚上。晚上，对，我们可以对，到时候只要不要把我们安排到早上或者中午就可以了。嗯。哎呦，我的腰。对呀，下次做更好吃的。我们的饼没有了，只你看，我们的饼也没有，就只剩下那个辣椒粉了。哎呦，我想出这油，我天！舒服啊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，腰疼。我以前在家也很喜欢刷碗的，就是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妈就是我妈做好饭，然后吃完了她就去上班了嘛，然后我负责，发卡。卡卡，懒呀，懒呀，你干啥呢？我妈这怎么还有个直播的人？谢谢。你干啥去了？还在直播是吧？对，刘贤吗？两位。哦，对不起，你头发看的，哎，没事，继续做你的直播。笑死了，你干啥去了？我刚才就是去交流一些二次元内容。对，冉冉怎么在这儿直播呀？因为我刚刚刷完碗。哦，你今天是志愿者是吧？辛苦了，刷碗这么漂亮，还有刷碗，这么漂亮直播。就是我见犹怜啊，我帮你撑着，来你，哎呦，我帮你撑着。啊，你帮我撑着，对，大可不必啊。没有啊，因为你可以入镜吗？我太丑了，还是别入了。很好看的，我看一下，你看看。我开始快朴素了，还是染。我太朴素了。我今天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个色号的粉底。你现在用的什么？我现在用的那个颜色太深了，我想有没有粉底液团啊？粉底液团，这个有点难。反正植村，我用植村秀还挺好的。嗯。那个阿欣也需要这个，什么？我说你就买最白色号就好了。我说我想开一个粉底液团，他说我也想开。确实，现在在用了。你今天也是志愿者吗？对呀，我们是晚上的。土豆饼都是刘贤炸的吗？对呀，
哇，我们我炸的啊，我们真的吗？我们一起炸的，真的吗？嗯，刘贤居然让冉冉来打黑工，我不会饶过你的，刘贤。为什么关刘贤啥事？因为是他，因为是我让他炸那个可乐饼的。啊？对。我们今天炸的是土豆饼，就是可乐饼，可乐饼就是那个土豆饼，就是可乐饼。那个可乐饼不是真的放可乐进去，它只是名叫可乐、啊、可乐饼，因为它日文翻译像。我们不知道。对，因为刘贤每次都发食堂的东西，导致别人天天问我吃不吃食堂，我很愤怒，所以我作威作福坐到他头上，我说为了弥补你给我带来的精神损失，你必须给我做可乐饼。我只是因为刷到了，才想做的。但是他本身就这么刚好。对，但是就是在我的胁迫之下，他终于做了。你吃到了吗？你没吃到？吃了呀，我今天下午就吃了两个。哦哦，我说我做的，我们做的。原来是冉冉做的，可恶的刘贤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你做的是下午，你吃的是下午的啊？下午的。我们下午不是我们做的，我说晚上。太搞笑了，我是晚上才来做的。这里的光其实吧，嗯，还挺朦胧的。嗯。关灯了，看我一个眼睛上美女美女美女 Beauty and the Beast。 那我都没有吃，好帅啊。他说你说的是你，我就露露半个眼睛出来，帅什么帅？还是冉，就是还是看看冉子吧，我走了，你上去了，拜拜卡子，拜拜冉子，你也是冉冉，你也是冉冉，你怎么也是冉冉？拜拜，你去吧，去吧。谢谢一点。空气突然安静。好嘞，谢谢谢谢。一会儿我也要上去了。我们现在上去吗？还得等会儿。都行了。就是遗憾。我们晚上还播吗？你想播死我呀！我天哪！对呀、啊，你前面都播了，我回去要看书。看啥书？看学习的书。啊，学习的书。嗯，休息。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？怎么会问这么是晚上还不在发光？你还没看够啊？就是要播死我！我感觉那个炸土豆的油到我的桌上了，没了。没了！哎呀，爱心。不好了，谢谢谢谢金宝的奶茶。我刚在里面满脑子想了，我一会儿回去要洗个脸。真是。你想要那个感，一会儿我们就上去了。嗯，我现在的手都有一股油味锅味。想的房间就是我的客厅要有食堂的客厅，食堂那么大。我以后的家就有哦，有点太大了，有点太大，一半大就可以了，有食堂的一半大就可以了。你要是没电了一下，你要是有食堂这么大的话，你的那个房子怎么说也得带个花园的。所以说咱住不了花园的，咱就还是一半大吧。你在上海住不了，你回山东。
可以吧？山东应该可以吧？回山东，山东，回山东也。四川，回四川，四川的房价还是可以，我觉得。可以是什么意思？是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在成都买房。哦，这样子。山东的别说呀，别到时候跟我一起，就大家都买的吧，房价太高了。不能这么说。啊、哦，成都便宜的，成都确实很好。我之前去成都玩，我就感觉从小都没有涨多少。不是之前说房价一直在涨，嗯，那我感觉就是跟小时候也差不多。成都的房价也可怕吗？可能看地方吧，可能看看区。反正这个上海房价是涨了很多。嗯。就是我记得刚进团那会儿，上海很可怕，房价到现在都翻好几倍了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买了一套房，那现在我可能就是富翁了。谢谢四姨包的奶茶。上海也看地方，上海也看地方，比如说宝山就，宝山现在也很贵，宝山也。刚到那个时候，我2015年来上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还好，但现在就翻了差不多有四五倍吧。我了解一下，嗯，翻了四五倍，嗯，好可怕，我好后悔那个时候没有买一套。人家了解了一下，感觉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准备。不不不，没有，就是听就了解到，哎呀，我现在买呢，但那个时候也买不起，嗯，现在也更买不起了。谢谢呆萌萌发的，不是个荧光棒。嗯，太现实，少女偶像怎么可以聊房价呢？少女偶像怎么了呢？房子也买不起。我们都是跳在天上的。住在天上的。我们不用，我们现在在天庭的食堂。谢谢北极星宝的奶茶。少女偶像在洗碗。在天庭啊。对啊，我们在天庭洗碗。走吗？走走走。你们是天蓬元，我是帅。天蓬元帅，天蓬元帅。走上去吧。嗯，走吧，走了，拜拜。在这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就是看不见弹幕。嗯，下次可以。中途在这儿值唱唱歌，对，可以在这儿对唱歌、嗯。拜拜，我先洗个澡再说。走上去。这是哎，我们可以哦，咱俩下一把棋，下一局五子棋怎么样？下一局可以。决定，我们要突然决定在这儿打一把棋，下一局棋，杀一局。是时候展现我的棋艺了啊！你很厉害吗？嗯，你很牛吗？我感觉我是五子棋。听这个口气，可是我觉得等一下 ，OK 吗？哎，那不是有个架子，我刚看了，整一个。我不会输的。哇，这个好难开，是零号。我是黑子，我是白，你们看到吗？来吧，谁先？那你先。我完了，我真哎，我有点太久没下了。不是，我也很久没下。
厉害。嗯，来吧，怎么回事？再来一把。这么快的吗？快吗？对啊，我你们不是应该铺到这儿？我们两个铺到铺满，然后还没有决出胜负，就是那种。来，我先来。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是五子棋，家人们。对，我们是五子棋。什么围棋？我围棋我还真不会下。我小时候下过，现在忘了。局势是说啊，看哪一个？没事。啥？你下哪儿了刚刚？下这儿。局势不太好，其实你
局势很好啊。咦，确实，确实是吧？你看到了？才看到。好，啊，结束，看到，结束，你赢了，厉害，是我赢了，对，你赢了，嗯，他赢了，他们这有一排两位赢了，看，一二三四，看到没有？对，你比我先，你，哎，这是不是很久很早就有了？还是说我都没发现？是那个时候。哎，啥时候忘了？再来一句好不好？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不想来了。来嘛，来嘛，再来一句嘛，来嘛。这三个，所以你堵在这儿的话，我就可以在这儿。哇，好了，结束了。我们今天的牛子棋大战。啊，不会的，我其实。你这我这是瞎玩的。你这还不会。我。我其实真的。好了。我真的没下，我小时候下围棋下的多，没下五子棋。我没下过围棋，围棋是啥？围棋是啥？
围棋就是，难是吧？它规则怎么说呢？就是看，得看谁围的多吧，你可以说呢。干四川女人玩五子棋连输三把。对，围棋略难。等着改天学学。把这个吃下。我在飞机上面跟人家电脑下五子棋都没下得过。啊，真的？你是跟那个跟人还是跟机器啊？跟机器。你跟机器都没下过机器啊？通常从这四个点开始下。什么围棋吗？嗯。他们这个应该就是拿来下围棋的。嗯。去。走。太难了。睡前，对啊，回去了。睡前益智小游戏。飞机上的机器很聪明的。啊，机器是很聪明的。AI， 嗯，比人聪明，我觉得。确实，其实我打五子棋确实不太会输。那你还说你不会？但是我真觉得我不会啊，就是。发现。刚回房间，好累呀、啊！嗯，我可能也要去洗澡洗漱了。天哪，没想到我五子棋玩这么好。因为我之前在手机上玩五子棋，我也没怎么输过，就很少吧。要不然举办一场五子棋大赛吧，我们队举办一场五子棋大赛，我就是五子棋神，五子棋的神。哎，什么？冉薇在让我，真的吗？他在让我吗？真的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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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行吧，行吧。那就是他两局放水呢，就是二比二，可以吧？二比二平了。哒哒哒哒哒，在这难的方向。他没有放水吧？他是真的没有看到耶，没有觉得他放水呀？他哪个地方放水了？没有觉得他放水啊。
本来就我屋子本来就玩的很好的。就是我不需要别人放水我也可以赢的。真的。两位应该是不太会玩，他们应该是真的不太会玩。好啦好啦，我去洗漱喽，我去洗漱喽。就是玩这个一定要专心，一定不能走神，你知道吗？你一旦走神。而且我玩这个五子棋，我必须要全神贯注，必须要一直看这个棋。我一旦看了别的地方，或者是想了别的事情，我就要重新再看这个棋，我就必须要全神贯注，不然你就会漏了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玩到最后，就有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对的，一定要专注，不然这样不行啊！好了好了。就不能走神，你知道吧？好啦，波波，我去洗澡，然后做面膜啦。搞得我都想一会儿去玩两把那个手机版的五子棋了。我先去洗漱了，等那个，等之后玩，等之后弄完再看啊。关了，挂了，拜拜，不要太想我了。